KSL Study Lesson 409，然后这节课本来我们是9月6号周日的那天就已经录好了，但是实在不好意思，周一的时候我生活上面出现一些小状况，所以 update 稍微晚了一点点。这节课我们讲解的是 EE 申请雅思最高分的一个成绩，就是我们刚刚有一个 Michelle 同学考过了写作和口语的两个 7.5 分，然后呢他的这样你可以看到他的听力是9分，阅读8.5，写作和口语是7.5分，总分是8分。然后我们这节课来主要讲解一下，我们主要来采访一下米少还有他的一对一的老师菲菲老师，我们主要来讲解三点吧。你们在听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怎么样去判断自学是否可以实现目标，因为有些学生自学是完全可以考到8777的成绩的。你要看米少是在他总共学习的时候是分了几个阶段的，他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自己自学这边就考到了一个8777的成绩，然后你需要去看说他是怎么样去决定到了第二阶段的时候，他自学了大概9个月的时间，为什么到第二阶段的时候他选择了就是上课学习而不是自己继续自学下去了。还有第二点就是为什么4门保分的一对一里面写作部分是最重要的，然后第三点就是4门考过这么高的一个高分，关键的一个最最最主要的技能是什么？在我们整个 interview 的过程之中，他都在说这一个最最最主要的技能。然后我跟他的 coach 一对一的 coach 菲菲老师也在聊这件事儿，也觉得对于成功考过的学生和现在还是卡在这没有考过的学生来说的话，不管你是一对一保分课的学生，还是说你是上自学视频课的学生，还是免费课的学生，可能你们差的只是这一个技能而已。好，然后你们现在就可以耐心的看一下剩下的视频。Record， 好 ，KSL's Daily Lesson 409，今天是2020年的9月6号。然后呢，我们今天来邀请到你们看的视频上面是菲菲老师，然后还有Michelle， 就是我们刚刚出EE雅思最高分成绩的同学， Hello. 他的最终的考分是听力的最终的成绩是听力的。Michelle， 你是考多少分？听力9，阅读8.5。然后写作和口语都是7.5，写作和口语都是7.5分。然后我们今天就会来去分享一下他整个复习的全过程的一个经验，然后如果是自学的同学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 YouTube KSL.com， 然后去看一下我们 YouTube 频道上面的一些保分的技能，然后第二步也可以在 KSL.com 去注册一下7天的免费课程，然后还可以去注册我们的论坛，随时和我们去交流。然后我们现在来去分享一下米少整个复习的一个全过程，然后看一下，叮叮叮叮。然后我们希望这则课结束之后的话，每一个学生都可以有能力去找到自己复习中的一个弱项，并且知道自己将会怎么样去调整和提高。所以就是你们在去没有看这个视频之前，如果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去看的话，可能会对你们的帮助就会更大一点点。叮叮叮叮。然后米少可以说一下你上课前的成绩。我上课前的话，我是那个在今年在那个今年的一月不是去年的12月考了一次，是正好是8777年12月，12月是 G 类的，对，8777。然后背景介绍就是米歇尔要去EE的申请去加拿大移民，然后的话，然后上课后的成绩就是这个成绩单，不是特别清楚，我们可不可以给它放大呀？我看一下啊。哎，这个是上课后的成绩，9、8.5、4.5和7.5，总分是8分，而且还是在中国大陆上海考的，对吧？上海的机考，没有在大陆以外的地方考过。嗯，我都是在大陆考的。嗯，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就是因为很多学生都会觉得说，老师是不是在大陆就会被压分，拿不到高分，所以至少让他们知道大陆一样可以拿到高分的。就不要觉得就被卡在大陆了就绝望了。有的学生说，我现在出不去国了，觉得我就会绝望了一点。好，我们现在就是复习的一个时间和全过程。然后米少说的第一阶段复习是从2019年3月的时候到2019年12月份的时候，然后 G 类第一次考的时候是听力9，阅读6.5，写作6和口语的是6.5分。然后后来菲菲你可以问一下他问题吧，你可以问他的大概是怎么复习的，然后他那个3月到12月这个阶段是怎么来的。然后菲菲是他的那个一对一的老师。那个那么上就说一说好了，就是你3月到12月这中间都发生点什么了，就是你大概说
口说就可以了。好，就是那个时候我对雅思的概念就是我第一次去考了一次试，然后之前的话我在很久之前就是2011年那个时候是要申请研究生的时候考过一次试，所以对雅思稍微有点了解嘛。嗯。然后但是后面的话具体怎么复习其实我并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我就先做了几套题，然后其他的时间的话我是这样复习的，就是首先听力的话我说一下就是单项吧。嗯。听力的话除了做题其实我并没有做特别多套就是真题，那我平时做的是就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看 YouTube，所以我自己会在 YouTube 上看很多我自己感兴趣的视频，主要是偏生活类的，这样的话就是多一些就日常的一些英语的那个接触。然后我自己特别喜欢听 podcast， 然后我会在 podcast 上面听一些就是纪录片啊，就是语音版的纪录片，然后还有就是那些 talk show， 这样的话就是也是提升一下自己对英语的语感吧。然后就是其实更多的是偏这个提升自己英语水平的内容。然后阅读的话我自己会看一些报纸，什么 New York Times 啊 Financial Times 啊之类的，然后阅读也是直接自己去做阅读。然后因为我自己对于那个就是 G 类的话就是主要就是比较难的就是最后一个 Section 3嘛，因为是长篇，和那个 A 类的那个就是学术类的文章比较像，所以我自己的话就是又巩固了一下语法，主要就是要把句子结构给弄清楚。你在看句子的时候，你自己能一眼看出来你的主谓宾是什么，这样的话你看的阅读速度会提高很多。口语是这样，口语的话我大概从2019年的夏天开始我开始自己练 Cambly， 那个时候还没有上 Lean 的课程。然后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口语怎么样去找老师，因为 Cambly 里面老师非常多，那我一般的话是这样找老师。对对，就是第一点是他是要有 IELTS 的教学经验的，他自己在他自己每个老师是有介绍的，你自己是有雅思教学经验，然后他自己最好是有这种类似 ESL 或者其他的这种语言机构认证的证书，然后不要太年轻，太年轻的话他可能对你的课程把控程度会比较低。另外呢最好至少是本科学历，因为有一些会有一些高中毕业或者怎么样他就出来讲跟你聊天，他会非常非常的就是口语日常化，对你的口语提升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有帮助。然后我还会特别注重就是这个人最好本身他就是一个英语老师，或者是他是比较有相关教师证的，对吧？对对。然后我之前还遇到过一个这个很重要，他是新闻记者。对，我之前遇到过是一个澳洲人，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所以语言本身就是他的优势。这个对于我来说就能特别能提升我的用词，就我的那个用词会更加的地道，然后会相对来说稍微高阶一点。然后我选好这些老师以后，另外他评分也要比较高，这样的话就是我就跟着这个老师上，先预约他的课。然后我上的其实频率很低，我每周只上两次，每次只上半个小时。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你一定要自己把控好这个节奏，因为有的老师他特别有的特别话痨的，然后他对对对对对对夸你，你知道吗？你是怎么把控这节奏的？我在每次上课之前第一件事就是我先要告诉他我今天要练雅思的口语，太重要太重要。对，我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会分为两部分，前15分钟我会练跟你练 part 2，后面15分钟练 part 3，这个具体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去调节。然后呢我会让老师自己去找那个真题库，老师都会有的嘛，他自己去找那个网上最新的那个真题，然后他在里面抽题给我练习。一开始呢你可以跟他稍微 casual 一点，比如说我今天只想跟你练 part 3，这样的话大家就相当于一个 conversation 一样。然后后面你自己比较有自信了，你就可以让他给你计时。然后你还要一定要提醒老师，就是你一定要让我在有错误的时候当场就纠正我。因为有的老师他上课其实他只是来赚个钱，他并不会说真的很认真的跟你去纠正，可能你有什么语法错误他也就听过去就过去了，然后他会跟你说哦你做真好做真好之类的，但其实你要让他当场就纠正你。是这样。 对， 对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我自己去找老师说，前两天我跟我妈找老师嘛，然后 Cambly 有一个客服跟我说你可以给你妈妈找那个有少儿英语教学经验的老师，这样他可能就是他虽然就是可以避免我妈用中文，同时还可以跟我妈交流。然后我就会发现说，哎，这找老师这个 strategy 很重要，要找有教学经验的。而且我自己去搜的时候，我会看到有很多都是在澳大利亚有，都是我们学校 Master of Teaching 毕业的。然后我就觉得我看到一个是清迈的那个中学，是一个清迈中学的校长退休了，然后我后来就找他讲，他是国际学校的一个校长，
对，这样的就会很好，因为这些都是有他知道怎么教书的，而不是就上去聊天的。嗯，然后是的，然后我觉得就是看书也特别有帮助。嗯，就是看书的话是提升你的阅读和写作的。嗯，其实口语也有帮助，因为其实看书来说，你其实是更加 involve 一点。然后你对他，因为一个人写书，他其实的用词是比较习惯性，会用一些固定的几个词，他会重复出现。嗯，所以你会更加能就是了解一些比较地道的用法。嗯，这个是其中一点。薇薇，你还有其他问题问他吗？我刚才就想说那个，你看 YouTube 的时候你看免费课里面的东西了吗？没有，我那时候不认识 Lin。哦，我那时候那时候还不认识我呢。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更多是偏生活类的东西去看。我觉得其实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我知道了很多更加地道的表达。因为他们就日常就说话嘛。嗯，其实对你的口语是非常有帮助的。嗯，对。然后除此之外，我想再说一下我自己有额外去学的一些英语相关的一些内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嗯，比如说有一个网站叫 IELTS Simon。 嗯，对。然后这个老师他平常都会，就是他是一个 blog， 然后你可以去他的 blog 上面看他自己写的一些范文，他写的就很好。他以前就是雅思前考官。嗯，然后我觉得他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就是我到时候可以把 link 放在这个，就是你们到时候发了 YouTube，嗯，我会把这个就是文档分享给大家。嗯，有别人总结过他整个就是他写了十几年的 blog。嗯，他所有的关于雅思写作的 idea 的总结。对对对，我们知道那个特好。对，他一些词组。嗯，对，然后犯罪之类的，所有的他相关作文里面出现过的词组。嗯，词组是比词汇更加重要的内容。对对，嗯嗯。就是 collocation 嘛。嗯，这样的话你在写作的时候也会更加有 idea。 嗯，所以你第一个阶段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大概每天复习多久？我的时间非常碎片化。 我大概也就是每天中午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我工作午休的时候去学习。嗯，然后剩下的时间你看我很多是被动的学习，就是自己去看 YouTube 和那个 podcast 都是我自己在路上听的。我看书也是去 Audible 上面听那个听书的音频。啊，我也是。所以我就是在通勤的时间和中午固定的一个小时会坐下来学习。你很有意思，就是虽然你是在中国大陆的，但是你的 exposure 都是外国的。对，菲菲，你看到吗？就是说，他虽然人是在中国大陆，但他看的东西都是外国的 podcast、YouTube、Audible、Kindle， 他都是外国的东西，所以他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把自己局限在这个就是大陆的环境内。其实国外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源，非常对对对，而且都免费的，特别好。然后我们看你第二阶段，那你为什么就没有自己再继续复习下去啊？嗯。我当时因为就是到十二月不是已经考到877了嘛，然后但是我当时很清楚的意识到我没有办法再往上提升了，因为我考那么多次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个瓶颈在。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知道了你的那个 YouTube 嘛，我就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帮我提升，所以我就报了你的课。哦，你也是觉得可能觉得，对，因为我没有正式了解到你那个课程内容，然后我当时还没有看你的七天免费课，我就看了一些你的视频。嗯。哦，菲菲，你那时候报名也是吧？你不是说你说你就是想试一下，如果要是不行的话，觉得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对吧？我当时是我当时先找了一个外国老师学了一段时间，后来我觉得可能出现什么问题了，然后我又开始在找。嗯，懂。然后我能补充一点吗？你说。就是第一阶段的话，我想再说一下写作。嗯，刚刚我忘记说写作了。嗯，对，写作是这样的，就是我自己有去网上淘宝上买那种很便宜的什么，就是那种新东方的网课嘛。嗯，然后我自己没有全部看，我挑了一点看一些。嗯，然后里面有一个内容我觉得很有价值，就是顾家北，嗯，你们大家可以去网上找，有一个知道他们的中文句子翻译和改错练习。嗯，我觉得那个对大家写作会语法对吗？我觉得是。对，语法改错和中文句子翻译。嗯，就是你把它这句中文句子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嗯嗯，这个话就是你对于很多的地道表达会蛮有帮助的。其实上就是我们那个技能四讲的，把中文翻译成英文。嗯，然后改语法。对对对，是，对吧？跟那个是一模一样。对啊，然后你另外的话，嗯，我觉得写作提升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可以去背雅思剑桥的那个考官的作文，就是去剑桥最后面找。对对对对，那个特别重要。其实
对，就写的会很顺。那个作文我给他们总结了，就是那个在资料包里边都有的，就我们把所有类型的满分的作文全部都给他们总结了，都是剑桥书后面的。所以这也是你第一段阶段复习，然后到你第二阶段的时候，你觉得自己不能再，你第一阶段考了几次雅思？当时就已经考了六七次了吧，因为我20年其实一共就只考了2次嘛。考6到7次了啊，所以你觉得你自己不行了，因为你之前你说你成绩不稳定，就你成绩是在提高了，但是不稳。对，而且我的写作从来没有考过7.5，口语只考过1次7.5，所以我看到这个意义分数这么高，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提升了。只考过写作，没有到过7.5，考过7.5，对，然后口语只有一次7.5，只有一次对，7.5分。啊，是这样，你是没考过4.5，嗯，然后到了第二阶段，你觉得你复习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上了一对一课之后，嗯，我觉所得以特别是写作提升特别大，1月15号到是四这月样的。底，写作提高了很大。对对，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你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把那个就是每一种题型该怎么样去回答，就是技能一和技能二的结合，那个特别好。因为我以前就是我在看这个你的课程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遇到一个比较偏的题目，我不知道该怎么写。但是其实你这个总结，就让我不管遇到什么题目，我都一点都不慌。比较稳。对对对，就是说，不管他，你知道这个保分课特别难做，因为要把所有类型的题所有的题目，都总结。对对，对，所以他会更难做一点。但比较好的就是说，你会就像菲菲刚才说，你会觉得比较稳，因为涵盖了所有类型的题。就是因为是保分，所以我做的时候会比较小心，我就要保证是说，这里课程里面必须包括所有类型的题，你肯定是没不可能错，再出现其他类型的题了。嗯。所以你才会发现，说是因为写作提高最大是不同类型的题目，然后会有和不同结构结构，实际上是技能一和技能二。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提升最高的就是写作和那个听力，因为我听力的话，我要求8.5分，其实我只能错2到3个，而且还要看这场考试的难度。如果这场考试比较简单，可能我只能错2个。然后所以的话，就是我怎么样解决我不稳定的问题也是一样，就是我每种题型我都知道怎么做，这样的话我在听力时就有把握。否则我只要有一个地方没听到，我下面我就慌了。每个听类听都会做的，都会做。菲菲，你可以说一下你怎么教了他的听力啊？听力就是，哎，咱们就是根据那个课程吧，然后填空题，然后说一下做题的时候怎么想，然后选择题当时我是记看笔记。你们这个 folder，就是你们听那力个听其力。实我们听力课没有说太多，我主要对，就我是也课觉得本当是，中学习到的内从容。视频课里面学到内容。因为我看你对，没怎么讲听力，主要就是从视频课里边学到内容。对，要不这样吧，我把因为我也有总写那个我自己的那个经验分享嘛，我就对，把我每一项的弱项怎么样提升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对对，你可以具体的分享一下就可以。然后第三阶，但是你第二阶段的时候，你每天大概复习多久？从上一对一课这三个月，他给你上课那三个月。每天的话也1到2个小时吧。每天1到2个小时，然后你们是一周上1到2次课。一次，一般是一周一次，有的时候好像我们也有2周1次的。也有2周1次，所以你们上的还挺慢的。上吧。他上班特别忙，对对对嗯，对对对对。对，可以。然后你第三阶段就是考试之前呢？考试之前，我也是一边，每天1到2个小时。然后具体的你都做了什么？我们让他们去下载那个链接吧。所以你觉得主要就是说你的一对一课上面，假如说你只报了自学视频课，你只看视频，你觉得和你上一对一相比，在写作上有什么最大的不一样？我觉得一对一对我帮助最大就是写作，因为菲菲帮我改了很多中文的逻辑，我中文逻辑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我的中文逻辑的问题是，菲菲知道，就是我的 idea 太多，导致我在一篇文章里，我老是分散思维。我在这一段里面，我写完，就是比如说我这一段里面要写2个 idea，2个小小的观点，
那我在前面写完，虽然我是从可能我首先就没有从现象出发，然后我到后面写的时候我会写到，就是比如说我会写这个事情，然后后面又跑到第二个事情，但其实这两件事情的话、嗯、对于整个一个段落来说并不是 consistent， 所以导致其实我的那个、啊、整体的那个 task response 和 CC 就不是特别好。所以就是菲菲就是提醒我，你一定要 focus 在一个小点上面，你不要就是说太多 idea， 首先你这样的话文章就会太长、嗯、来不及写，第二呢你没有办法在一个有限的就是200多字里面把这些事情说的那么清楚，你导致考官会觉得你这件事情反而你就说不清楚，所以就是你尽量就把你的局限在就一件事情上把它说清楚的。你觉得口语的帮助大吗？嗯，口语的话我觉得那个就是 life changing story 非常有用。哦、part two 的那个 life changing story。因为是这样的，我以前准备口语非常的费力。我以前准备口语是我每一道题我都想一个故事。嗯。然后我把每一个故事都把它录下来了。嗯、那个我的手机里，我到现在手机里还有我几百条我以前考试的。力量太大了。对，工作量太大。嗯。而且我自己不光要把。记住这件我这个题目对应的是什么答案、嗯、我还要自己去反复的练这个录音，就是说我能把它给说顺了。嗯，对，所以有了这个 life changing story 的话，我觉得这是可以套到很多题目里面。你大概能套多少题？其实也有题套不了。我后来就是我基本上能套到95%的题，因为其实有一些事儿你可能真的能打擦边球，你也可以套打擦边球，你也可以套。对对对，实际上是这样。我后来看了一下 Life Change Story， 如果你每天都对着这一个故事看，每天套套套，大概套一个星期，你发现90%的题也都能套了。你不是就对，不是第一次你发现都能套，你大概看几天，你发现都能套了。没错，没错，就是你可能不是说的真的是这个完完全全的100%，但就是这个 story， 嗯，都能擦。但你可以针对这件事情，就是把周边的一些事情说一下，其实也是可以套的。然后你用的词都是一样，都是你之前准备过的一个故事来的。没错。嗯，李少非常知道这个考试的套路。套路他掌握到的很清楚。好，然后我们进入比较重要这个，说信门同时提高最大的一条经验，就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什么？米歇尔先跟我们分享吧。你觉得四门，你是四门都提高的。对，我觉得最大的经验就是一定要多输出。嗯，多练习。大家平时会考。对，就是大家，因为我周围有很多在学雅思的人，很多人呢、嗯、就是我一直都跟他们说，哎呀，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改作文的老师，你去看、嗯、或者是我这边那个你去多上 Cambly 课程，我这边有优惠券你去，我大概有跟十几个人说、嗯、但真正去做的人好像最后只有一个，然后那个人最后考的分数就是他的这个理想分数。你看这个就做与不做。嗯，菲菲你觉得呢？你觉得多写。嗯，菲菲你觉得米少和其他学生就四门提没有办法同时提高，你觉得最大区别是什么？就他思路特别清楚，然后他 reflect、嗯、就是总结，就是之前什么做错了，什么做对了，我需要去做什么，我要尝试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很清楚。然后你发现他没有一个阶段是他就是说感觉哎呀完了，我考不了了，我怎么办，我这个、哦、觉得自己没戏了。我知道他永远是在就是找问题然后解决他，找问题解决他，就这个特别重要。哦，对对对，因为确实是有一些学生是有不同阶段的，就那种有 up and down 的学生，你需要经常做心理工作的，就是要跟这个学生说那个你现在不要泄气啊，肯定能考过啊什么的，很多学生都是这样的，会有一些 up and down 的。然后你现在让我回想一件事，就是菲菲当初考试的时候她也没有 up and down， 她也是一直都是觉得自己能考过的学生，然后我带的几个考过的学生都没有 up and down， 都是一次性就有学生比如说第一次口语吧他不想考了，他就直接，我有一个学生 A 类要考总分7嘛，然后他平均6.5分，他说我第一次我不想考口语就不去了，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没关系，下次我肯定能考过，结果他下一次就考过了。他就没有一个说就是累了菲菲，就是他就没有一个说他觉得自己掉下来，说没有，他学的可开心了，然后也不是特别多，一天学2到3个小时就这么过了，所以心态比较重要。嗯，
对，嗯，然后我们看后面几个小问题，就是第一次没有考好以后如何调整心态。你是要第一次考多少分？就你疫情之后第一次考？哦，我第一次的话是，哦，我第一次是听力八，阅读七，口语只有六，口语只有六点五，写作是七。八七，哦，七六点五，所以你是从八七口语，然后几天以后考到那么高的？三天以后？两周嘛。两周以后，两周以后，哦，不是，就是我两次考试隔了两周，但是就是那个知道成绩到考试的话，哦，只有一周不到的时间。你第一次是笔试吧？对，所以出成绩比较慢嘛。哦，所以你是知道成绩，然后三天以后你又去考的。对。然后去考是98.5，7.5，两个7.5了。然后你怎么调整的心态？你拿了成绩之后什么感觉？还挺崩溃的吧。但是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的话，第一个就是你永远不要把你的这场考试当做最后一场。就是我是这样，我一直是在考试的时候，就像之前菲菲提醒我的，就是你要考的话，你就连报几场的。所以我一直就是所以我知道我后面还有，我当时后面还有两场考试报了。最后一场考了这分数，最后一场我就弃考了，不考了。然后就是，所以我知道我反正后面还有机会。如果你千万不要，就是我周围我有朋友是这样，就是他觉得我差不多了，我就报一场。我都会就是建议他们再报一场，因为你如果只报一场的话，你的潜意识里你是有侥幸心理的。你侥幸心理，你其实是潜意识告诉自己，我这场是可以过的，我不需要再报一场。我觉得压力会特别大，压力会非常大。对，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就是你要找到你自己。考雅思的这个就是源头的动力，你不要觉得我考雅思我就纯靠我自己，就是拼我自己，就是靠毅力去坚持。我觉得这个在复习当中其实是很难的，你要找到你为什么要考雅思，这样的话就可能会解决一些你当中想要放弃的问题。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最后的那段时间，我记得我当时是告诉自己，就是我还是要找到自己有什么弱项，我集中再去补一下。所以我当时我记得我那三天我在想，我当时那场考试我到底是栽在哪里。然后我就想到几点，第一个，我听力没有考到8.5分，是因为当中有一个澳洲口音，就是我遇到澳洲口音我就会栽。我有考过两次都是这样，我跟菲菲说过。对，然后我后来我就去 YouTube 上找了那个，就是有一个人他是专门教什么 Aussie English， 就是讲澳洲口音的。然后我就专门去听了一下，他又在知道有哪些区别。对对，他都是在自己去分析自己的弱项去解决问题。对，然后口语的话我也是大概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口语的话我当时是有侥幸心理的。我口语的那个题目我在那个真题里面大概我不记得真题有多少题啊，但是我99%的真题我都有准备。我就1%的真题没准备，他竟然就考了我那个1%。哦，因为我们还在想你不可能口语是这个成绩，我们觉得你口语都准备。对，这个是一点。第二个呢是可能考官的原因，当时那个考官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疫情还是怎么回事，就是他完全全场没有跟我有任何目光的对视，我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当时我原先脑海里面想象的那个考场的情景都是我跟就是考官双目对视微笑，就完全不管用。所以当时我特别紧张。我懂你说，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点。我们现在考试之前，我们都会跟学生说，你要 assume 你碰到一个考官就是不跟你 engage 的，因为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我有一次第一周口语 8.5， 第二周在 British Council 泰国清迈考，给我 7.5， 就一周时间掉了一分，就因为那考官连看都不看，我就在那做，我现在看傻了，你知道吗？所以大家可以在考口语之前，就是假设这个考官会很 rude， 然后等你碰到一个很 nice 考官，你会觉得比较开心。然后你就考试当天怎么样去准备？哎，我们还可以听到他们考试当天如何准备。好，他掉了声音。菲菲，你能听见我吗？能。哦，好，我们等他连上。好，考试当天如何准备？哎，我们听不到他声音。好像是他这个网突然间掉了。 No 听不到了。为什么还是听不到？哎，好了，
没有，还是没有，为什么呢？哎，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正好快结束了，结果没有了声音了。现在有声音吗？哎，有吗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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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们先暂停一下 ，pause resume recording。考试当天如何准备？那个考试当天的话是这样的，就是我先说一下你考试早上你应该做什么。嗯。等等。啊，是这样，就是一般我不知道其他地方考试，就是我的话一般就是机考还是笔考都是早上九点钟考试，然后我一般会就是早一点起床，比如说我六点起床，然后我会先空腹喝一杯咖啡，我一般喝美式，然后比较浓一点嘛。然后之后的话，你就避免喝太多水。早饭的话也尽量不要吃太多饮料。嗯、对，喝咖啡的话是提神。嗯、然后我考试的时候之前，不是大家都会排队进场吗？我一般都会等到最后一两个人的时候我再进去。我也是。可以保证，我在考前可以再去一次洗手间，这样可以 last 的时间更长一点。菲菲，我们上次也是吧？是。是对对，后进场。是。对，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在考试期间，我每考完一门试，我可以允许自己打开水瓶喝一口水，这样的话就不用太干，不用太渴，然后当然也不会就是到写作的时候就急得不得了去洗手间。你去，就整个的那个精力会比较充足。你考完阅读剩下的时间，你会去洗手间吗？我们考完阅读不能去洗手间，只有写作开始才。我分享一个，就是我考了这几个考场，东南亚、泰国、清迈，然后在美国考，都是你考完阅读，如果你还有十五分钟以上，你就可以去洗手间。我每次都举手去洗手间，因为我想去休息一下，我不是真想去洗手间，这是一个套路。Okay. 我就想去散个步，然后这样我考写作的时候就可以更放松一点，不然我就特紧张，因为我每次我都没时间复习。然后我就想可以帮我去调整一下心态，嗯，然后远程口语的体验，这个可能在大陆的学生会，哦、对对嗯 ，OK， 然后对刚才那个考试当天的话，还有几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嗯、一个的话就如果机考的话，大家要记得就是那个，就是听力和阅读都是可以用右键黄色 highlight 的话，所以这个不影响你去做饭，对，而且、就是、嗯。我会记笔记的，我笔记的话会记在那个，就是你的那个 answer sheet， 就是它不是让你有那个 log on sheet 吗？你自己那个登录的那个密码什么的。我在背面，我在考试刚开始之前准备的时候，我就会在纸上写一到四十的题号。有的时候那个考官会跟你说你不要写，那我就暂停一下，等他走开，我再把它写完。啊、这样的话我就，考试我有什么要记的东西，我直接写在题号边上。哦、oh, ，在纸，这是上次 Emily 给我们录了一个经验分享，她也是这样的。在纸上写题号、嗯、然后就是在你那个题号然后在题号的旁边记笔记对吧对对我觉得这个听力是来得及的嗯大家 Emily 是这样来的对对对因为他跟我说实际上选择题一样可以记笔记你就是在那个纸的背面对对然后写就可以了然后你可以说一下这个最新的这个体验远程看视频去考口语这个嗯远程考口语是这样，就是我觉得那个考试的话，我说一下当场那天吧，就是说我已经当时已经进考场了，然后那个就是我完成好那个 ID 的那个 identification 以后，我不是要在那个场外等一下，等那个考官准备好我再进去嘛。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已经脑子里在过，就是说我自己给自己出题啊 ，Part One 考官他给我出什么题，我怎么回答，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提前进入状态。哦，我也是这样的。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在考试的时候因为是我当时是视频口语嘛不是疫情期间嘛、嗯、那个旁边右上角是有个摄像头的、嗯、大家一定要记住是看摄像头千万不要看屏幕虽然屏幕上有个考官的大脸、哦、但是你只有看摄像头的时候考官才能看到你是在看他的就像平时大家录视频一样的一个道理、嗯、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觉得为什么这个菲菲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吧菲菲你觉得为什么他的这个成绩他虽然是从8777考到一个987.5 7.5会比四个6.5考到8777会更需要自我总结
就是其实每一个0.5提高都需要找出就是问题，然后把这个问题总结了。然后你上他特别好，就是他特别会总结，就是听力错了怎么总结，阅读错了怎么总结，他就会找一个方法，然后他固定下来那个方法，所以说就是就后期就比较稳定嘛，就不会说是再忽高忽低的那种。reflection 特别重要，就是 reflect。我记得我们最后几节课也是，哎，你上哪去了？啊，回来了。对，是。也是最在后讨几节课干什么了？论。你还就记得吗？像 Q&A 一样，我们当对，就是解决问题，然后你找问题解决问题，找问题解决问时。哎，题。你们最后几节课你是给他的就是怎么解决问题的方案，然后他就会去做了。哎，你还当记得时我？我会列出我最近复习的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去问菲菲，然后菲菲就会告诉我应该哦，怎么做。对，然后就根据他啊，建议我的做一方个法去阅改。读的事儿，阅记不记得我读，们一个阅读的事儿？我阅读当时这样，就是我发现我 fast reading 有点用不来，我自己没有自信，就是我总是慌，你知道吗？就是我虽然觉得 fast reading 里面那些就是划重点特别好，然后可以帮我就是加快很多速度嘛。但是我后来我还是有点慌，有的时候定位的话我会记不住，所以我到后来我就是菲菲让我结合我自己的方法，因为我本身阅读速度就比较快，所以我当时就是我遇到一些就是我不太确定的，就是是不是强转折或者是重点的地方，我就会还是把这一段看一下，然后同时呢我会就是同时去看题目有没有在这段讲，题目有没有在这段提到，这样的话就保证我定位的话会更加就是确定一点吧。哦，不所会以漏题，比如说你我可能已是经看到下面懂了，了。但是我前面那道题目我忘记，就是哦，原来前面那道题目已经考到上一段了，所以我做的就是啊，发推荐同时，我会去看题目，就两边同时进行。懂了。所以菲菲，你是帮他根据适合他本来的这个方法，改了一下课程那个方法，就结合了一下课程的方法，总结出来了你后来给他那些方法，基本是这样的。总会有，对，差不多，就是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小小的部分，然后就是如果就是有问题放在那边，然后我们就找一个 solution，然后看这个 solution 可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可以，这个 solution 就放在那边，这个问题就结束了，然后就在新的问题。我记得当时咱们说的那个题是什么来着？具体的我记不清楚了，就是说。list of heading 的题，然后看它是在文章哪个位置，然后选什么，然后那个很好用的一个方法，然后就固定下来了。哦，所以后面几节课还是很重要，就他带着问题来，你们一起商量一个 solution 是什么，试一下，然后他根据这个 solution 回去 practice 了。所以我猜他和其他学生的不一样，就是其他学生没有去按你说的去 practice，对吗？因为你教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呀，你不是说你只有教他是这个套路，你教所有人都是这个套路啊，我们教所有学生都是一样的。是，就是美少他就是你特别好，调整心态很快，然后就是找这个方法，就是你不犹豫。有些人可能需要犹豫的时间比较久，然后他就是心情 up down 之后，up down 然后 down，他就很久，然后才会回来，然后可能就拖的时间都比较久。每个人其实最后都跟美少情况都会一样我的。懂你说，就是其他学生可能是在用这个方法的过程之中，他可能发现不是特别合适，他就会犹豫，然后就会出现学得慢，然后但是他过了这个点。他就会不犹豫了，他就会更好。我懂了，懂了，懂了，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经验分享很好哎。然后就是谢谢菲菲和米少，然后米少写了一个特别长的一个经验分享，然后我们会放在，我可能会给大家放在论坛吧，然后他们点击下面那个链接就可以看论坛，看整个完整的那个经验分享了。然后我们把我们问他们那个问题再写这边，我们刚才问他们什么问题来了？说希望，上了这节课之后的话。学生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然后，哎，等一下，我要调我这个问题，我的网也卡了吗？对，希望就是说，看完这个视频之后，他们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他们通过这个视频找到自己复习中的弱项是什么，并且知道怎么样去提高。我学到最大应该就是 self reflection 特别重要。
好的，其实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对，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就跟我那个学生，你让我想起另外一个学生，我那个学生给我们写了一个上千字一个经验分享，就说他虽然没有去考试，但是通过上了我一对一，他会 self reflect， 他炒股赚了好多钱，就是赚了特别多钱，他就是用这个 self reflect 的方法给自己建立了一个 system， self reflection system。他以前炒股就是做 stock market 就直接做，但他现在就是一边上课一边用课上学的这东西去总结他炒股的一些 principle 是什么，然后就总结出来，每次都拿着一个纠错的一个东西去炒股。对，纠错不了，什么都需要纠错。然后就赚了好多钱，到时候那个经验分享的链接我可以放在这个视频下边。那好，就这样，谢谢你们。拜拜 ，Michelle， 谢谢你啊，拜拜，嗯，好好好，然后，好 ，three。